这个黑的，我就想到了我们家的小黑。当时每短一摸呀，全是那蓝白的，就一只黑的，黢黑黢黑的，就是小黑。一窝生的全是蓝白的，就它是黑的。小黑跟我妈家呢，今天决定给它剃个毛去。行嘞，你这啥也没有，干哈呢，狗熊啊？你连个骸骨镀层都没有，你跑上来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跟我打，交了个闪现，别让他炸着就行了。踢他一下，咱就不推了啊，这波线就不推了，控他一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兵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正好八个兵，八个兵不对，八个兵。这个兵线应该会回去的很慢。我们只要在这空线，他一个刀他也补不着，除非他用 E。除非他用 E。但是他用完 E 以后，我们可以耗他血。不知道他学的啥玩意儿呢？他学的 Q。我往下面走点。那点烟接个 Q， 平 A 接个 E， 再 A 一下，他没有 W， 来了杀扣，杀扣来了，这波不推啊，这波推不过去，这属于炮车兵。EA 打火溜 ，A 接双 Q， 我们有征服者不怕，来了杀扣，杀扣来了。杀扣来了就可以杀了，完了，狗熊爆了，可以啊，杀扣，是精才是重中之重，传送了。杀扣这波还是可以的啊，今天没比赛吗？几号是总决赛？今天是九号。咱们打一个 Q 一下 ，EA 打反溜。下赢了 ，A 接 Q， 再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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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一 A Q， 18号啊，那十八号我得走了，18号我就去总决赛了。解说吗？不解说，赛前分析，分析师，明白吗？3 2 1呀，没生死，黑头，猴哥
哥观察室啥时候开始？老婆，猴哥观察室什么时候开始？给你问问啊，我还没看呢。风暴，撕裂吧！这么出吧。猴哥观察室，得找个时间看一下。啊，蓝枪大爷，这波没大，插个眼儿吧，给他点面子。来吧，狗熊，别吃。吓人呢，这狗熊算是挺猛的那一类的了，敢打，耗一耗他，一会儿越塔杀了他。一切都将崩塌。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他太靠后了，有点。其实也能杀，闪现其实也能杀，但我觉得可能有点亏。他零杠四，我们闪现杀的不合适。抠一下 ，EAW 往后拉，他把盾给用了。狗熊的 E 应该吸地挺长的。直接吃药 ，EAQ 点燃放啊！这波过后，他是彻底是炸了。哎呀，打我！哎呀哈，吓人呐！别！哎，闪现换闪现，他生气了，该我了。他是出反甲了是吗？那有点打不动了，我们回家出三项。如果三项能带一个推线功能就好了，推线还是太慢了。嗯，他帮也没用，有的时候你没法帮，那打野装备也不好。但是他帮不到，而且他帮了也没用，关键他没用。帮不起来，他现在只能杀别的地方，然后装备跟我整的差不多。哎，他过来跟我单挑，我没打过他，那行。我给你个扣，疼吗？疼吗？不用管了，可以追。
我其实不是很想放大招杀这个狗熊，我觉得放大招杀它可能浪费，放大杀蓝枪没问题。插个身影，蓝枪挺能捡。Hello， it's me。点岩钻起来 ，W A Q 带钻，边跑走位一波 ，Q 一下 ，E A 点点一个 Q， 应该给他来个无影棍儿。我说实话，下路怎么回事？挺狂啊，波比，波比开始狂起来了。我一瞅。下去找波比，太难了，打野也不来，难个屁呀！你俩自己让人打没的。中路要没呀？啊，回家守高地呀，高地没了，快点，谁别摊塔皮了，快点守高地呀，高地没了啊，峡谷先锋中路二塔没了，这家也不回家守呢，不知道吃塔皮呀。这塔皮有什么好吃的？打个红，小龙可以要啊。没完了是吧？我为什么放过你们，你们却不走，我就没明白。原来有虚弱，那确实没办法。明白了。明白了，这个虚弱还是比较烦人的。漂亮，杀扣！我就是神，什么神奇的屁！完了。熊太大，点不着了。咦，红呢？红人哪了？红被谁给拿掉了呢？小龙。做鞋了，鞋子出错了，出破点鞋好了。
我原来是想去布甲鞋的，但没磨抗。我寻思，那吸血鬼万一打我疼的话，我们又不出磨抗装备，可能会有点不太好办。现在我发现不对劲，我要是出布甲鞋，刚才就能杀。能打过他吗？你可让我逮着你，打了。打这个，那狗熊不值钱。狗熊094，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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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吸血鬼，往上追来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他没东西。哎呀妈，杀抠！完了，我死了。给出个黑切吧，这鞋得换了，这鞋不能要水银鞋了，水银鞋没有用，不够肉。打他们家，我们得要个布铁板还。蓝枪是腰带呀。带不动。打红嘞。中路黑。吸血鬼没有闪现干嘛呢？可以杀，杀他不用放大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那蓝枪带不动吗？因为我们家永恩挺厉害的。拔了。看看能不能大龙，这个位置跟我来，来，你跑，杀完就走啊！你跑，杀完蓝枪就走。那蓝枪敢过来，我们就杀他。那都跑了，都没过来。骇客不会玩，你别跟。不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，不行，大龙吸血鬼右边全是人，这不能打，这不能打啊。跳弹，能 A 着吗？不行，他得打人了。哎，好大！
杀抠，脱节了对面，晕，吸血鬼可以杀，哎呀，波比没技能了，小龙可以要。由我来拿，来拿掉。狗熊挺烦人呐。这边有大的好，这边有大，拿个三双杀还能拿条龙。狗熊是传送过来的，这就没办法，不知道他传哪，我没瞅着他传送。狗熊报仇了，狗熊零杠十报个屁仇，他这是个工具人儿，出一个这个吧，出一个这个，完事来个血手。一万二，对面感觉要打大龙啊！你们四个打大龙也打不了啊！只不过我们没视野。来来来，打来，打龙来！你是不是感觉我不敢杀呢？嗯？你是不是感觉我不敢杀呢？你跑啥？他一个零杠十的，他给你抠着也没有用，他也打不死人，他就最多就给你刮个痧，没有用。可以打。但是小心点吸血鬼呀、啊、吸血鬼装备不错。哎，干啥呢？这可以，吸血鬼死了就打龙，他们赶不及应该，这边来个什么慢的，快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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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杀人吧。来的挺快的，你们没死，对面应该不能再打了，我估计。我扫描稍微慢点用。哎，也没事，那狗熊没有用，那狗熊吸血鬼活了。你有吸血吗？这完了呀，这吸血鬼来了，不能上啊，越级啊，越级，好，这回给打了，没法上啊，我没有魔抗，我换水银骸了。折磨王，永恩挺厉害的，终于我们的龙拿下了，最终还是被我们给拿下了。出个春哥吧，先来个小表，
沙口，我发现是真没有什么用，这个英雄没什么用处的。这蓝枪隐血剑挺装逼呀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！啊，不是你们挺装吗？我一发现啊，怎么如此之装吗？啊，你好使吗？叮，小心我！ 一个出狂风之力的蓝枪这么横的，你要整个盾弓我就不上了。由于蓝枪的一波装备，游戏结束了，完了，回头打区区了，闪现。 沙口带着他的兄弟，他两枪把你崩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跑！哎，减速！完了，沙口没了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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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等会儿啊，永恩先别上，别着急。我有春哥，可以打，没事可以打，马上沙口复活。 这边阵型不错，没事，我有春哥，剩蓝枪一个人，剩蓝枪一个人，30来秒，我估计。 费劲呢，不好推呀，能推下来吗？几乎是二 W， 对，就永恩跟我们有点用，其他的都没什么用。快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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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波打不过了。 为什么下一波打不过？因为我没有春哥了。再打下一波，游戏就结束。因为我们家进是个猪，我们家水鬼也是个猪，我们家沙口虽然不是个猪，但他也好不到哪去。